整件是有点纤维的小小的磨毛的，所以它摸起来的那个质料是很像那种小毯毯，很滑顺很柔软的。然后再来是它的整件弹性超大的，我觉得可以穿到 XL 都没有问题。我觉得我身上这个绿色非常的好看，它有一点点芥末黄黄绿绿的那种颜色，这个颜色我有买，我就最喜欢那种特殊色。对，这颜色很美，穿起来真是超显白的。居然家的米杏色啊，我觉得它就是完全不太透，它其实放出来就这样，你看很弹很宽松，然后很棉，这袖长东方女生都很喜欢，不要露手臂，然后呢手一样很细，重点是你看。它完全是高弹的，然后放出来也不逊色，因为它下摆有做不一样的螺纹。你有没有看到微透微透的？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什么热不热的问题哦。给你们近看一下，它这个色是比较偏杂色，然后有点燕麦的感觉。我算是大罩杯的女生，然后我觉得它是不会掉胸的设计，我觉得很棒，然后就可以露出整个清楚的锁骨。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完全提亮肤色、有质感的蓝色，而且你有没有看到肩不会掉下，因为它有做肩线。然后呢，这边的上螺纹跟下螺纹都是做不一样的，所以即便你放出来，你看完全舒舒服服，高弹到极致的。它这个版型真的非常的优雅耶，它就是可以个性也可以很优雅的感觉。你看我搭个裙装就是非常的有气质。